好，可以，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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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啊。我们上一堂课呢，跟大家谈到说这个观想佛的这个32相啊，它具有很深的一个修道意义啊，它不是泛泛啊。那谈到了最后一个，它在生众广相。特别提到了他，又代表的是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很特别。每一个相都代表着在最众生身上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功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深广众广相就是无上法王功德相。那你会觉得说，哎，深众广圆周哦，就众跟广。第一个就是它超越一般的人的身量，那再来就是说它众广是一样的，那这个事情，怎么会跟无上这个法无上的法王这个功德呢连结在一起？当然呢，更具体的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具体的解释，可是呢。从前面这几些众广相所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表永离血肉身呐、啊，得无碍身呐、啊，无染身呐、啊，圆应身呐、啊，金刚力身呐、啊，无上士，这些都不是在其他相当中显现，在这个相当中显现，那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功德相在人类能见，功德是很深的。可是人类能见的，是人类的能力能见，这样听懂意思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去到那个北极、南极啊，去有这种北极船、南极船，这专门观光用的，啊，在北欧有一些国家，它会有这种旅游行程，然后让你去看那些南北极的大冰山，甚至于还等待那个冰山崩塌，你还在这么远远的看。那其实蛮危险的，会产生海啸，哦，其实本来崩塌就会产生海啸，啊，但它那个因为基本清一些水，不是石头啦，稍清一点冰啦，冰稍清一点，那所以会产生波澜呢，但还不至于说是大海啸，啊，所以好像我们在影片上看得到说真的还人会蛮近的去看那个事情，那其实是很对地球是很伤害的，就是说它崩出那个冰雪哈，它冰封几万年，里头的空气里头的细菌都释放出来，再来它冰封的还有二氧化碳，它把二氧化碳给释放出来，结果人类一方面又砍树。一方面又产生那么多的二氧化碳啊，这很麻烦了，结果就暖化更厉害。哦，以前我小时候32度就很可怕了，现在夏天、秋天都动辄34度、35度这样子，那这真的很可怕。人，你根本就在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外面工作了，那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了。哦，是这样。那这就是这个宇宙之间法界之间的那个样貌。
好了，那这个冰山呢？你不管怎么看，我们说冰山一角，你看起来冰山在水面上是这样，它下面很大很大很大。拿这个做比喻，人类能看的佛的那个，这里讲的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这个德呢，一定会表现成为一种外在的形象。那你怎么去想象它是外在的形象？我们就看看它前面这些什么德无碍身、圆印身啊、金刚力身啊，都是无上法王的尊贵自在。无上法王是什么？他于一切法中为王，叫做无上法王。那这无上是什么概念？无有不摄受，无有不理解，无有不运用。能运用才叫王，对吧？我拥有你，我能运用这个国家 的所有资源，这叫王啊。好，我动用不了人，我动用不了财，我动用不了组织，这是什么叫王呢？对不对？那一切法于佛眼前自在，运用自在，理解自在，乃至于发挥自在。什么叫发挥自在？我刚刚不讲吗？我要有人来问我说啊，我要修功德给我母亲，可是呢，一般民间信仰神告诉我说去烧多少的功德钱，那我说，那你这样也困难呐、啊，要去烧那么多，那几卡车啊，能看吗？也很辛苦啊，那怎么能搬吗？那搬到那里，你要烧到什么时候？那不上新闻了。啊，是这样，那辛苦吧。来，我跟你讲，你送《法华经》看看能不能抵。好，那看送个几部，我就在运用法啦，对不对？我就能运用法。那你要修功德呗？那民间信仰说这样，那我用这样。那什么意思呢？我怎么这两个会相抵呢？一个是有形的烧金纸啊，那一个是无形的送功德。那是什么呢？虔诚，内在的对于神、鬼神的尊重，对自己祖先的尊重。这个尊重本身代表一种无我的相。那这样的无我相呢，就算不究竟，它也是怎么样？是天人鬼神崇敬的，那也是在改变你的心的。怎么说呢？谁会造恶？我执众才会造恶。爹娘都不信，不念爹娘的颜面，你才会去偷、去抢、去做坏事，对吧？子不教，父之过。今天你被抓了，你公布名字了，你这做爹娘的，躲得开吗？躲不开。啊，这有一部纪录片呢。这个小细节就让我很惊讶，这西方文化还是跟东方不同。什么呢？挪威是一个早年是一个海盗国了，这样讲不好听，但它的沿海岸是在它是在北欧的东北边，整个海岸国家，跟芬兰、瑞典、俄罗斯都衔接。那他从1960年之后啊，发现了石油啊，他变成世界上富有的国家，名列前茅。你不要看小看挪威哦，是这样。挪威有一个叫做主权基金，你知道吗？多恐怖！挪威的人口居然才500多万人，每一个人拥有国家财富台币600万，换句话说，在挪威出生的小孩自然就拥有几乎600万的投资金额，由国家去投资，然后每次赚钱回来，当然就分给老百姓。所以挪威的老百姓好像从小学一路读到大学不用钱，光这样就省多少啊？他投资多少？你知道？他在台湾，他连邮局、他连中华电信，他都投资。他投资全世界。哎呦喂呀！
就别说投资台积电，因为这个是世界股票嘛，啊，向龙也在来背啊。我上次看了他一个列表，当然现在会变的，投资是会变的啦。现在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样？挪威，那挪威曾经发生过一个，哎，前几天才又发生一次。挪威是一个有右派的人，右派就是有点像纳粹那样的，就是我族最优的这种思维，就是很沙文主义的我族或者我国，我不想跟人家分享族群或国家的利益。为什么？因为挪威很那个社会福利很高嘛，所以他就觉得他不想跟人家分享，这就是右派，极右，右派到极右的时候会怎样？会反对这个政府所有的对外开放政策，或者所谓的难民政策。像德国也有哦，德国还有纳粹的思想在那里哦，只是他们压得很紧这样而已。像法国有一种罪是什么罪呢？所以西方文化真跟东方还不一样，有一种罪是什么罪？你知道？他说你有那种极右派的思想跟言论，哎，跟思想，哎，他会介入哦，他会盯着你看，他会在网络当中呢，警察会开始盯你，有这种事呢？嗯，不是没有呢，也有。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人类的反动，这样，但他不至于抓你，但是你要有什么动作，他会那个。啊，挪威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年轻人，他去买农业肥料，啊，你知道肥料有的是化学肥，再加某一种化学品搅拌之后，可以产生很强大的爆炸力。那他就去做这个事，啊，真的去爆炸哦，他开了一个面子，面子在台湾说什么怎么样？其实，在欧洲，面子的车是中阶再高一点而已啦。哦，我无意对面子的车子有什么想法，但其实是这样。哦，那他还拿了枪，他们这居然可以，他们也可以买很多的枪，这样拿了枪到某一个岛上，对政治精英的小孩进行扫射，就死掉77个小孩，那是大问题。前几天呢，又用弹弓，他不用枪了，用弹弓。随机杀人又杀了5个，哎，你看这么有钱的国家，你到最后就生命就会变成很辛苦，你懂吗？那太有，算是很有钱。挪威其实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其实蛮有钱的，好，是这样，因为我说过投资的很好，这样，你应该也是极右派。好，那个小孩极右派做了这种事情，他直接就说。警察来了，他就不反抗。他说：“我这是政治问题。”啊，在西方政治斗争哈，是不能够立刻说把他判罪的，必须看看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最后当然他是会判成终身禁监禁的。他不愿意自己说自己精神分裂。他说：“我没有啊，我就是为了政治目的啊，今后一样会有人继承我。”所以前几天又发生了。前几天又发生了，用弹弓射杀，随机杀人5人。所以说，我跟你讲，全世界都有问题了。哦啊，台湾，你说他问题怎样？就是蓝绿搞不清楚状况，一天到晚是吵那个有的没有的。然后呢，但是还不至于随机杀人，还不至于极端的政治主义者，还不至于啊。网络上骂得很难听，就这样而已啦，还不会真的拿武器干架，他就这样杀人。那为什么要这样？我要伤害你的小孩，我才能够让你的政治行为改变。哇，他的逻辑是这样，所以我直接杀小孩，直接杀小孩，杀掉77个。在921之后发生的，2000几年，也不远哦，也不远哦，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国际事件。啊，好，这个真实的事情呢？他还有辩护律师，辩护律师是一个工党的人，他也不接受这个人的行为，但是他被指名做辩护律师，他只好怎么样？
只好去找他的证人。你知道找谁吗？其中找了一个，找了所有人都不愿意帮他辩护，只有一个人帮他辩护，那个人也是跟他同思想的啦，但是最后也不承认他的行为，他说那个行为太抱虎平和了，不是真正长远之计，结果他也很愤怒。但是有一个人注意，找他妈妈，注意听哦，他妈妈不愿意出来辩护，父子至亲苦不相待啊，互不相待，又出现了一个事实了，他妈妈不愿意，而且是他是单亲儿子，当然精神上很孤立啦，很偏激，这就没话讲。好，这没话讲。台湾也曾经出现过这样，有没有那个什么炸弹客，那个什么农业的那个炸弹客，那个什么乳什么？哎，对对，白米炸弹客啊。这少有，但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台湾要取得那个不容易啦，然后他也做那个类似的行为，但是还没有那么严重。他是直接杀死，他炸掉的大楼啊，那栋大楼啊，可以炸到七楼高，好恐怖！地面外面的地面可以一路炸到七，哇，十二层楼高，好恐怖啊！但是死掉五个人而已，因为他在外部炸。可是他去那个大岛上面直接射杀小孩，冷眼冷冷的直接射杀，一直追杀，整个屋子里全部射杀。这在纽西兰也发生了，上次不是那个恐怖事件吗？也是就在教堂里射杀，都这样。所以说有时候西方也一直有这种问题，所以好，然后他妈妈跟他是相依为命，这样哦，不出来。讲了一句话，我记下来了。他讲了一句话，他妈妈讲了一句话，我记下来了。他说：“注意听，他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他出证，出庭证明。我的儿子非常好，还是一样爱儿子嘛。我的儿子非常好，他没有任何问题 ，no problem。但为这事情，我没办法为他出庭。他想了一下，然后说这句话。下面那句话是理由。那句话是理由。那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听到吗？在西方是保护爸爸妈妈。你儿子犯罪，是保护爸。我记得日本最近有一条修法，他说儿子如果犯了什么罪以上，公布爸爸的名字，这样子哦。你看东方就用这种方法，但在西方呢，他说他基本上是好像就可以保护就对了。但是他妈妈想了半天，说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注意，这样我就不出去了，我就不出庭哦。什么意思？也就是儿子是儿子，我还要活下去。啊，我这个脸往哪摆？所以不要，这个不要大过了我爱儿子哦，懂吗？我猜啦，在华人社会，要是说我出庭能够救我儿子哦，您做嘛的穷，安怎穷我穷去，对吧？只会复引，复位指引，讲谎话都可能哦。我告诉你，以儒家的概念来讲啊，儒家不坏了哈，他是因为血缘信仰，他认为那是天性。父子相互包庇是天性，所以华人走后门就变成是天性。哎，爸爸替儿子走后门了，替这个家族走后门了，只为父隐，父为子隐，可以隐啊，干嘛要隐？堂堂正正就好，干嘛要隐？啊，就是歹看嘛。对不啊？拍垮嘛，爱隐呐，不好看嘛，才要隐呐、啊，隐藏的隐秘，对吧？你爸有没有吸毒？没有。你爸有没有杀人？没有。你那里他多少叫快杀人呢？是这样。当然呢，可能有另外的解释啦。我们就字面角释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的血缘信仰是很重要，他认为这才符合人性，你懂吗？西方人认为人性不重要，神性才重要。神的正义是要你
也没有说他灭亲呐，就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可以不说，那我保障你；但是你要真说，你不能说造假话。你可以不出庭，那是你的权利，说 no。但是如果你出庭了还讲假话，哦，那事情严重了，你就欺瞒上帝。你知道英国人，我说过英国人的法官为什么戴帽子戴那个头发，有没有一般人不知道什么理由啊？你知道什么理由吗？有没有？有没有？英国那个法官要戴那个帽子啊，戴那个头发，有没有？你知道什么理由吗？他不是人，他在法庭上不是人，拍听下看，不是人，就是我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你不要用平常眼光看我，我下来叫做四法杖，我上去了就是六亲不认，只为正义，所以我戴上这个帽子，戴上这个头发，我告诉我自己，也告诉你，我的正义是不能够用我凡夫的角度来看待我，尊重我，好吗？啊，我也不扮演谁的爸爸，谁的什么人了，我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大义不大义的，我就是遵照上帝的 rule， 就是人类所标定出来的法律，我来公正实践，这样。人家是这样看，他隐含的这个意思，华人文化里没有。好，那所以要倒过来再说了。他要他妈妈说，我们现在唯一能救你儿子的只有一个办法，精神伪偿就可以。那你要不要出来作证？他的理由不是说我不能做假证，不是，因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孤单的小孩，没有得到爱，爸爸跟他断绝关系，但他对外说说我跟我爸爸关系很好，你看他在虚伪嘛，是这样。而因此他想要找妈妈，你妈妈最清楚嘛，你的家庭状况怎样，你照实说就好了，让法官去判。然后报纸就出来了，先试水温，他说：“哎呀，这有可能哦，说他是精神伪偿哦。如果精神伪偿，连关都不用关，哇，整个社会就像台湾一样，整个社会抓狂，你懂吗？在骂。然后他那个凶手啊，看到那个应该政治狂热者，不能讲凶手了啦，啊、哦，政治狂热者，他就拿了报纸，他就跟那个律师讲说：你看，人民会抓狂，人民一定会气死。”因为不能把我治罪，是这样啊。因为挪威好像没死刑，他只是判终身监禁。那有没有假释，我就不知道了。哦，这是他们的法律，我不知道。哎，安妮阿威，我看到他那个监狱，你知道吗？哎呦，我看喊啦，完全套房，因素套房哎，卫浴设备都有。我说到那里闭关都可以修得很好，管吃管住，可以不管政治，是这样子，一路关到死，修到死，这样马上往生极乐世界，当生念佛成就，这样呢？哎，他们这心无尽爱患了，哦，他说这个犯人也要有人权嘛，好像没死刑，最后。后来我看了这个事，这是真人故事啊。他后来讲说，这个是后来判终身监禁，因为他没有，他也不承认他是精神错乱了，这样他才能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嘛，宣告他的政治目的嘛。我不是精神错乱，我就是讨厌这个政治的行为啊，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吗？当年挪威是国王制哦，是帝王制哦，所以他是总理制。所以总理就怎么说？他说：“我们面临挪威最困难的时代。欸”哎，汉林武吉亚公义最困难，你敢讲？伊马公最困难。如果他那叫困难，台湾叫什么？如果他那个叫困难呢、啊？好、哦，两岸之间前几天飞了56台飞机，是这样。然后人家的 CNN 跑去问台北的阿嬷，说：“阿嬷。”飞了56台哎，全世界都怕你们打起来哎。你知道那个阿嬷怎么讲啊？没在怕的啦，要打砸就打了啦。
那阿嬷是这样，一个姓黄，一个不知道姓什么的，公告出来是这样，好好笑，是这样。我也看到他那个挪威那个，然后他说：“哦，我国很困难，很辛苦。”我是干嘛吼？假胸霸，你听好不？胸够有钱啊，假胸霸，没有外辱，他就内部腐朽。真的、啊，有没有看到？人而外部的危机，他就内部生危机。为什么？他觉得他那个好啊，我干嘛要开放回教徒进来？他讲的这件事，极右派是这样，他就是不愿意我国家被其他族人进来，啊，或者是其他的，好像说可以来跟我分享这个国家的利益的，是这样。你看当年希特勒不是这样吗？对不对？他说那个犹太人是怎么样，都是人渣，有没有？都要把他干掉，就是纳粹思维啊，是这样。极端的种族主义或极端的国家至上的那种精英主义之类的，反正就这一类就是极右派概念，是这样。但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固定的概念，反正就是很多种，它就是这种概念。哦、那现在政治，台湾的政治当中，他也会觉得说，因为国民党一蹶不振嘛，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现在执政的人也有一点右派思想，我们是精英，我们替台湾争取了台湾的尊严，所以你们都听我的啊！你们这些违背我这个政权思维、危害我政权未来发展的，我都要么把你开除党籍，要么都是潜在危害台湾利益的。我就是说，这个党已经认为它是唯一台湾利益了，这是很可怕的右派思想。早年我们支持他的一个民主行为，是为了让一个独大的国民党也要平衡一下，但现在不是了呢，现在他开始在右派化了。我不谈政治，但我要提醒人民，你不要长养出一个政治怪兽，台湾才会进步。你一直在说对岸怎样怎样，你自己台湾也变成怎样怎样，笑死人。你懂吗？绝对的权力一定引来绝对的傲慢，绝对的傲慢就会引来绝对的堕落。要记得，我和尚哈，我无惊无理啊啦，啊，阮未来阮来西方叫做世界啊，啊，恁大家有诶拢有惊有理的啦，恁若搁再不 care 这个政府怎么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你最后你是害了你的子孙啊，我可没子孙可害，嗯、将来万佛寺是那些年轻人在搞的，我你好我好再见了，我也没办法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你要爱护台湾，你自己就要在乎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你不能再这样被蒙蔽，特别是被那个媒体蒙蔽啊。好，那么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说这些的所谓法王。无上法王，他能够操作法才叫法王，他能理解法才叫法王。再加上一个无我，不，无上是什么概念？没有一个法，世俗法跟出世法都难不倒他，都不会让他迷惑，才叫无上法。没有说世间，没有说出世间法，佛法才叫法，不，世间法即是佛法。懂吗？我引了很多各国的政治啊、经济啦、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不是我在显示我法藏很有常识，常常看电视，不是这样子。我在显示说，这就是佛法。从世间法当中，你就看到佛法。我刚刚讲挪威，对不对？我刚刚讲父母子不相待，有没有？有没有？他就是不愿意出来作证，做证明啊，做证明有可能哦。为什么？因为他说到他家的悲惨状态，有可能会让法官同情，然后就说他精神违常。后来是他自己不愿意，他说这样我没达到我政治目的，那我阿萨利，我敢做敢当，啊，是这样，那就事情就结束了。但是你看看这个国家还是有这么富有，还是隐藏这个，就前天的事情而已啊，又那个弹弓的事嘛，哈。那我在讲这个，在讲什么？在讲佛法呀，
这都是人心在转变呢、啊。那这个都不是法王人，都不是法之王。为什么？因为世间法就是这样子，他不能操控的。但是佛陀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他都能操控，他都能操作，那才是的。好了，那你又问一件事情，那这样佛陀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出世？拍谁？哦，恶法太重。佛陀有一件事情是做不来，有三件事情是做不来。第一，度不了无缘众生；第二，度不尽一切众生；第三，无法违背因果。佛陀不出世来末法众生，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无法度有缘众生，度无缘众生。末法时代太多跟佛法无缘的众生来投胎了，所以它叫末法。你都安怎个多，伊就是多未来；啊，你个多来啊，伊嘛未修行。啊！你就是要修行，伊嘛唔出家。我没有在说你们了、啊，我不要对号入座。伊嘛未必出家，他也不出家，他也不敢投入他的生命。明明好成这个样子，他就是要犹豫。啊呢？佛陀教他的，他犹豫；外面人教他的，马上跑去。你看，有很多那个佛教单位啊，他怎么说？啊，清堂。你的这把年纪了，在家好修行呢、啊。啊，那个公鬼波啊，我不是说你啦，我那个公鬼波，他讲安怎修行好啦，出家好啦，功德大啦，怎么怎么，伊无你个信道。啊，我靠哈，这个在家居士哦，我是出家人哦，我讲这样伊无个信道啊，在家人呢、啊，两句话他就飘飞呀。你说佛陀出世还能度这种人吗？啊，能度度不了。没缘要中当，我们那个等念一直等着在那里念，念了个半天，他总感觉煮熟的鸭子最后还是飞了。煮好几只煮熟的鸭子通通飞了啊！我呢，我是没有被等念师的那个什么乐观情绪所影响啊，因为他讲的时候很好，他在我眼前都讲说，哎，爸比娜娜，我都保持什么呢？我都保持审慎，连乐观都没有。一般叫做审慎乐观，我是审慎而已。为什么？因为我看太多了。天上两只鸟啊，还不如手上一只鸟啦，我跟你讲，是这样，懂吗？是不是这样？这就是末法没缘，第一种。第二种，无法扭转因果。众生有共业因果，你懂意思吗？你懂意思吗？而且共业因果佛陀也无法扭转，他不是上帝，上帝说万能的，不过九二一他也是没办法预防啦，是这样。他们一般一神教是认为上帝万能，是这样。他说人类有各种可能，但上帝是一切万能，他是这么，他的基本看法是这样。这点我们都尊重哈，我也觉得应该信仰这样。人类在没有自我内在的时候，他必须信仰上帝是万能，他才心中有主。他如果不信仰上帝万，我说不信佛的话啦，他要不信仰上帝万能，他什么都没有了，万万不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不能嘲，不是说嘲笑，我们不能阻挠人家这个说法，也不能去驳斥人家这个说法，那是他重要的信心内容。了解，哪怕他今天挑战你了，说你不对了，你基于慈悲跟对他的那种爱护，对众生的爱护，你都不应该挑战人家这个信仰。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是可贵的，懂吗？好过没信仰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好过没信仰，没信仰的无天无地无声无爸无父无你惊无你惊东西南北啊，对吧？我最大的，跟他信你自己而已。哎，是。今天很多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信他自己而已，这才是糟糕的。你看看那个历任的美国总统，特别是川普，一起你干嘛？你画上帝，一天到晚在喊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天佑，这个上帝佑美国，上帝怎么样？他们公开都这样讲的呀，他才不管你说信佛的嘞，他都不过你信佛信你的佛啊，我还是喊我的上帝呀、啊，他不是政教分离吗？这台湾。
没有，台湾的宪法其实不表现为绝对政教分离。如果以那十个字来讲的话，不必然是政教分离。很多学者他也不认为说那就是一定必然的政教分离。结果呢，搞得比政教分离还政教分离。所以啊，美国是号称政教分离的，他们总统一天到晚在喊，都嘛在喊上帝，那都不安装。而且美国都有个早餐汇报，早餐什么祈祷、祈祷、祈祷什么餐会，他就直接到教堂里就去喊上帝，上帝万能了，上帝天，上帝庇佑了。对他美国人来讲很自然呢、啊，那就是人家的文化。好、哦，要了解好、哦，所以法王很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佛陀是法王啊？你不要把法王无限扩张。我说法王有三不能，对不对？所以他不投胎在今天，不出世在今天是一定的。你看看今天网络上面那些酸民好了，要是有佛陀在这个时候出世的话，哇靠，你讲被酸到爆。然后呢，这些人就造业了，对不对？酸民是心中是没有圣人，没有是非，也没有对错。因为有很多酸民是这样，精神分裂，精神有问题的，他是这样，他是见不得任何的真理在他眼前伫立在那，他不相信。为什么？因为网络上太多邪见了，所以他看惯了那些邪见，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极端怀疑主义者，你懂吗？怀疑主义，他不竟然说他就真的讨厌宗教，但他就是怀疑，他就是怀疑。我不要说什么，连我这个世代的同学都有这样，小学同学、啊，他都读到大学了，也读了，也是读了科学的，他就是这个样子，极端怀疑主义。现在就是怀疑主义、人本主义这两种，很严重。而这两种派生出来的就是极端的平等主义。他认为人类不应该有差别，哪怕造恶也不应该有差别，哪怕性取向不一样也不应该有差别。过度极端的人本主义的那种平等思维，所以那种平等法就是到处出现啊。平等法一出现了，那个对宗教就开始有影响。你比如说了，在他眼光来看，男众跟女众都要平等，但问题是佛教里头男众跟女众不一样啊，基督教也是啊。基督教里头明文的规定哦，神父只有女生、男生可以做，教宗只有男生可以做。阿丽娜平等主义跑出来，到时候他就是造反，你懂吗？为什么我们女生不能做教宗？那同样道理啦，为什么不能出现女生的佛？你看这平等主义很可怕的，怪异。平等很好听，你懂吗？其实他那种是齐头式的、无厘头的，不管过去因缘的，不考虑因缘的所谓平等，那是极端的现世主义。他不考虑人有过去世，人有因缘果报，他不考虑这样，这现在就是平等，一样就是这样。所以，不管你的性取向，不管你是男男女女怎么样子，多少多少平等，好像法律讲平等，最后极端讲成这个样，很糟糕，很糟糕。这个在联合国，在很多大学里。都一直在扩张，而我们年轻人无法判别。基督教、天主教已经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更 care 这个问题。那这个呢，也是在宗教基本法当中有要有一定，他没有要突破世间人什么，我们就守住宗教这一块。好，那所以就叫法王，就无上的法王。你要相信他是无上，就是没有可以 cover 过。那么你说，那这样佛陀不是有三不能，怎么叫无上呢？注意哦，这三件事情不是基于法，说他有更高的法，不是这样，而是宇宙之间本来就存在因果上这样。哎，众生的因果，佛陀若能扭转的话，那众生就不用修行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众生的因果确实是要自己担。那你说，那这样我念佛有效吗？当然有效，因为念佛是你的因果。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念佛，你自己扭转。那佛陀在帮助我什么？佛陀给你一个希望，佛陀给你一个心灵的加持，
那当然是可以的呀，那也是你因果之一啊。你信得了阿弥陀佛，你念得了阿弥陀佛，临终你堕落的因果就会翻转，这还是你自己用功啊，是这样。但是有佛陀的什么，也有佛陀的因果放在你身上啊。佛陀说一切众生我都要加持他，念我的名我让他怎样，哎，这是也是佛陀的因果啊。那要看谁的因果能够接上佛陀的本愿因果嘛，就这样而已啊，他不会坏因果的，是这样。那好，众生共业，现在就是不信佛的人多，那就是众生共业，已经一直投胎一直台湾往生的都是有信仰的，所以他不用再来。那来的都是没信仰的，但一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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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到这个程度了。世尊来，他就是没缘，他就是不能信。这个跟佛陀的法的高低是无关的，是因为众生的客观环境已经是这样，他扭转不了你的因果嘛，是这样，所以他不来。所以这无上法王，那个无上，你不要把它认为是叫做无上限、无限上纲的万能叫无上，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法的本质上没有他不理解，没有高过他的，他理解的宇宙之法，包括圣经里头的法，什么样的法他都理解，而不错乱，而不错误，这叫无上啊。那好了，那因为这样，所以能够操作，能够统摄一切法的善巧，所以它是怎么样？它是自在的，懂吗？然后再来，因为它的理解，它的统摄一切法，所以它展现出来的是不疑惑、不错乱、不伤害，具足慈悲。具足究竟的智慧等等，乃至于能够操作各种法的因缘，包括神通自在等等，这就是法啊。所以它展现出来就是尊贵相，所以尊贵而自在，懂吗？所以是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展现成这样。那这个呢，为什么展现？因为什么是以众广身来表达？因为你看到一个人哦，长相怎么样子，当然是庄严的了，但更需要一个配合一个身量够，身体的量啊够大，大到你不会恐惧，而又不会把它看清的这个状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一般的人？那不是一般的人是什么人？难不成是坏人、恶人？不是，是尊贵之人。哎。这时候跟尊贵的法才能相称，你听得懂意思吗？如果我们今天看一个国王，然后都是这样看他的，国王都这样看他，然后那个小国王这样，那叫阿斗，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一定跟他的身量相称。那尊贵自在一定跟身量相称，你拿不到的他拿得到，啊，上面柜子的东西，你身高不够高，你要拿椅子垫高，他直接就拿了。他比较自在，所以身量的自在呢，是一切自在的基础，也最直观。所以他法王尊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他是用这个相来表达的，让你直觉对应起来。这样听懂吗？听懂意思吗？哦，是这样哈。好，了解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已经完全清楚了。之后我们来往下看下面的什么什么注解啦，这个是我都念过了啦哈，那就不必再看。那树是长什么样啦，只是让你知道一下，哦，是长什么样哦，这个就不必再看了。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相，十二相。第十二相叫做毛孔深青色相。有时候这个标题呀，是词书上的标题。但是呢，我后面又称什么的时候，越在前面的越完整，描述的越完整。我把它调动了，哦，你比如说这个毛孔深青色相，其实又称一孔一毛玄身相，这样更完整。毛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毛孔。我们看起来，其实我们自己也像这样，就是。长体毛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孔，
他同时也会出汗，啊，也会出污垢，啊，也会纳垢，因为他是一个孔状的状态。然后他那个体毛是这样长出来的，是的，是这样没有错啊。那么所以他说一孔一毛，可是呢，你要仔细看，有的孔没毛，有的孔两毛，他是这样，他是混乱。人类他是因为混乱，他没有这么一致，所以佛陀的话是一孔一毛。再来玄身，他那个毛不是直立的，是旋身，小旋转。那头发呢？更是，它是一撮一撮的旋转，那所以它不会混乱，风吹也不会乱，哦，是这样。哎，有没有这种人的头发？有哦，好，哦，只是说不能说那叫发髻。那我的小学同学就有一位，他头发是卷的，很多非洲人他头发也是卷的。他天生就是这样，那个人基因的关系啊，是这个意思。那接近这个呀，就是玄。再来，还没完。再来，一毛孔有一毛身相，跟前面一毛一孔意思一样，没有完整说玄身。片身一孔中一毛身相，都是一毛一孔的概念，不杂乱。哎，有一个不杂乱。还有一个玄身，所以他真正讲起来是一毛一孔玄身不杂乱相，这样就更完整的说法，懂吗？既是一毛，不一孔一毛，然后再来玄身又不杂乱。一般凡夫的玄头发玄或者毛孔玄或者身毛玄哈，它是蛮杂乱的。我看过呢。外国人哦，哦，他那只毛茸茸的腿，我特别去看一下。你说怎么可以看？反正他睡着了嘛，我就仔细去看，是这样。哎呀，真的很乱。他不乱，他是一个顺序啊，所以不杂乱啊，也是旋。他的旋呢是怎么个旋法？他不是大旋，他是小旋，他是很小的旋。有点像弹簧的独立旋，不是这种旋，不是这种旋，大旋不是，是小旋，啊，所以白毫婉转五旋，为什么我在其他经典上看到，它白毫旋也是要这样旋，它不是大旋，它是小旋，甚至于两股旋，两股旋在一起也有，我们造的双佛就是这样，他就明白讲的哦。多宝佛是这样旋呢，我释迦佛是这样旋，啊，好，那么这个名词上，大家就能稍稍了解是长这样。其他有三个意思，就是第一是一毛一孔啊，又或者一孔一毛；第二旋身；第三不杂乱。那加个第四啊，片身，从头发到身毛都这样，啊。好，那么他下面就做一个相对白话的一个解释，啊，他说为身上毛孔必生，毛孔每一孔必生一毛，而毛呢，注意产生了两件事：第一，呈琉璃光色，琉璃色光；第二，不杂乱。呈琉璃色光是什么概念？就是阳光照上去，它是琉璃色。琉璃色就是有点淡蓝色，蓝色光。而它因为是反应反射出来，所以你把它想象成怎么样？你知道毛是浮在我们的皮肤上方，对不对？然后它又身上又能反射，结果就远远看，你会看到世尊的身体是被一层蓝光。琉璃光笼罩着，看起来很舒服很尊贵，这样听懂吗？光是必须要透过反射啊，它就这样，它一层绵绵的蓝光铺在身上。好了，而且这个蓝光呢反射的很亮丽，不但不杂乱，什么概念？反射在同一个方向上，
同一些方，它不乱射，这物理学上讲叫不乱射啊，不乱射就变成很强烈出来，所以你会感觉世尊身上放着干蓝光，干蓝色的光，放主动放，因为反射的很一致，你懂吗？每一个身体的毫毛都是同一个方向旋转，同一个，它四周都放光，都反射啊，都反射的很均匀，所以你看到他身上的蓝光，你会感觉被他蓝光所照，干蓝色的光所照。第二，最后还有一个第三个更特别，前面都没讲到，微妙香气，微妙香，这是，所以说有几个概念，一孔一毛成光不杂乱，旋转又微妙香气，这好几个道理了哈，好，听懂了哈，好，是这样。这里还有一个旋转没讲到，这段话是还有一个旋转，所以真正讲起来叫做一孔一毛琉璃光色不杂乱，旋转出妙香的深毛孔相，这样的毛孔相完整哦，这样才完整哦，所以不会汗臭，也不会有狐臭，不会有体臭，不会，自然妙香啊，也不是外面洗衣服的那个香，洗澡那个怪香，化学香当然也不是啊。好，细音啊，来看谈佛了，无畏是细佛啊，这个在因为尊重他，在因为就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懂得尊重，还有供养卫护三个事情，这也要加个顿号啊！尊重、供养、卫护师长、父母、兄弟及一切友情。兄弟是平辈，一切友情是跨所有族群。然后呢，做什么事，一切善通修，看病啦，陪他学佛啦，阻止他造恶啦，赞叹他修善啦，还有随顺他修善，你也帮忙他修善啦，这一类就叫修善，懂吗？修善不是单一自己修善。再来，思维法，为什么？因为毁人不倦，他要边讲解，他在边思考法，平常为了讲解，他还自己准备思考法，这样叫做思维法，毁人不倦。那什么叫做毁人不倦？你不懂，我教你倒会。我不厌烦，一般人当然不容易了啊！我不厌烦。再来，清净无量智者啊，清净无量智者啊，你怎么清净法？跟他一起共住才不是呢，是这样。乐问，要问要论要修，好要修，好要少自道路，除去荆棘所感得的，除去荆棘，除去荆棘，这样感得妙相。你看啊，他有分。主要理由，细因，他尊重父母师长知识坛乐眷属，他要求这个不是要求了，他尊重，他也可能，因为他还有一切众生一切友情嘛，换句话说，他有可能因为做老师要求学生，他也一样。本质上他也是尊重爱护跟供养的，你要知道是这样哦。有的大乘之师就是这样，他也会管你，甚至还会骂你，但他其实在供养你，他支持你，他护念你，他是这样子的，
那因为这样他也在修行嘛，所以说他尊重供养卫护，这个所有的这些长者或者平辈甚至一切众生，然后呢，然后修种种善法对这一切众生啊，在修的过程思维法义亲近佛法，继续亲近度化众生，从不余力啊，是这个做法。那么他不遗余力，他还怕自己懈怠，所以他去亲近无量智者。这个智者是大乘的智者，大乘最需要智者，大乘呢，是最需要智者。最需要，大圣啊，亲近无量智者，那要干嘛？要问法义，要问，还有好要论，好要问，好要修，要问要论要修，最后还要洒扫道路哦。什么概念啊？去除荆棘所感得，问大乘法义，问实相之意，论说大乘的佛法，最后随文入修。那这是修的部分。那么另外非形式的修，就是平常生活还要过啊。那怎么过啊？要知少知道路，你要知道古代的道路是不好走的，常常荆棘满地，甚至于还要爬山，还要走栈道。那么你呢？怎么样修复这个栈道？除那个草，又尽量不杀生，然后来进行这样。那么这就是修治道路，甚至该铺桥，该怎么样？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万佛寺要请人做沥青，铺一些，不然有人会摔倒。那这就是铺治道路啊！我现在已经讲了哈，今天是2021年10月19号啊，那有功德哦啊，那么你呢？这个划拨账号看一下这个啊。是这样，多少号啊？你可以怎么样来加入啊？这个造修路，很多人喜欢修路，那修路能够得深毛孔，你知道为什么？平整呢？平整安全，让人好走啊，那就会展现在，而且它是表面的、啊，让你的表面平整啊，好走，然后去除荆棘。感得荆棘就是什么杂乱呢、所以你那个毛孔就会长出来，毛就会很顺，你知道的，那个念头很乱，他身上毛也跟着很乱。回去自己呢，这个对应一下，看看自己的身毛。是这样，心顺毛顺，这样子啊。台湾话有讲，两个头漩涡，两粒针，我较无人问。我不知道中南部有没有这样讲法，两粒针，针的就漩涡了，头涡了。哎，我还看过三个的，三颗台风在头顶上，啊，那个一定会头发会乱长，你懂吗？啊，意思就是说，哦，那个很能够辩论，或者是说比较有脾气啊，是这样。有人要争欧阿波狼蒙，哦，是这個意思啊。那当然呢，这个不是代表佛教歧视了啊。但我就不跟你讲嘛，生理的表现是由内在道德所投影的。那既然这样，身形、生理特征等等，也是内在心灵所投影的，这样就很清楚了，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那么这样子呢，就去除荆棘。所以说，你走路的时候看到石头，看到不好走的路，你就花个心把它挪开，这已经对你有好处了。当然，意念佛法啊、嗯。好，那么呢，清净蒙其光者，熄灭二十劫罪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相。好奇怪，很多相只是说啊，让你感觉是什么道德。这样而已，这个像好特别，哎，身上的光被它这样感应照到，这样而已哦，灭二十劫罪障。你知道为什么？心中产生欢愉、投靠、信仰，那你就会心念转，是这样，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你有缘靠近善知识，那你一定是就近能观察，你对于佛身的庄严相对就有很高的信心，那这信心能扭转你的恶念。第三，光本来就是刺激眼睛，刺激眼睛本来就能刺激大脑。你睡觉如果光很亮，你的褪黑激素就会很少，睡得就不好。所以睡眠理论上说是应该要全暗，保留一个白天太阳早上醒来的时候太阳能够照进来的某一个缝，某一些光线，当然不要外面路灯照进来，这样就不是要都要遮，可是要让白天的光进得来，晚上都要遮过，晚上都不要开那些怪什么什么夜灯啊什么，当然有人要起来尿尿，怕说会看不到摔倒，弄一点小夜灯，但不要照到眼睛。这样，那这样子呢？光的笼罩，好、哦，你要知道光的罩是一种安稳，是一种意念，更是某一种佛法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他感觉被温柔的柔光所照射，不刺眼。然后呢，这个照进去之后有能量，从眼睛进去是有能量的。然后你会产生一个健康的、积极的想法。这些都叫做蒙其光者，熄灭二十劫罪。你知道二十劫说长不长，说短，说长很长。缩短很短，无量劫以来二十劫算什么？对吧？缩短很短，但是你知道这个即便是小劫，那都是地球的成住坏空。一次，我记得是一次是一个小劫还是怎样，反正都很久了。啊、哦，那他为什么能这样改变呢？能灭呢？因为你的错误的思想。刹那之间被光所感动，那你就放下。你要说感动人呢、啊，放下啊！这一放下，造恶的心没有。哎，这个时候就灭恶、灭罪就出现了啊、哦。好，那么这是第十二。哦，我们讲完三分之一了哈、哦。接下来讲身毛上泥下，好哦，到了。哎。一毛一孔，啊，一孔一毛，他还讲长的样子。身上身毛上泥，他特别在讲的是什么？他的长的，那个向上旋转的那种一致性，他就没谈光，啊，他也没谈。长的位置他就没谈了，他在谈他长出来的整体形象是什么啊、哦？是这个、啊、那么这个呢，所以身上的毛相在表现的是我们凡夫看到了佛是怎样、哦、所以他会用到两个八十二相，用两相、来给予呢说明。那到了身体，那又另外一个、哦、是这个
那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志归于佛，志归于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心，志归于法，志归于法，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慧如海，生，智慧生，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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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